有人问念佛法门咁容易实行，我哋应该点样去行持呢？具体嘅方法系点样样嘅呢？所谓念佛，即系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，或者阿弥陀佛四个字。呢几个字系由印度梵语译音而嚟嘅。南无系礼敬，阿弥陀佛系无量光，亦都有译成无量寿。佛是国者，所以将这六个字合起来就是敬礼无量光无量寿国者。阿弥陀佛是极乐国土的教主，他曾经在九劫修行以前发过大愿，任何人临命终时只要一心执持他的名号，他就会来接引此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念佛的方法必须适应念佛时的环境和心境，而且是要契合念佛者的根器的。所以念佛有种种不同，每一种方法都是有它的作用，有它的特长。行者念佛的时候可以自己选适合的方法，如果念了一段时间觉得这种方法不能够安定当时的心境，可以更换另一种念法。只要能够找到能够定心和排除妄念的方法，就是最好的方法了。大致上念佛的方法是有十二种的，高声念、默念、金刚念、觉照念、观想念、追顶念、礼拜念、记十念、十口气念、定课念、四威仪中皆念，最后是念不念皆念。以下一一为大家介绍一下。第一是高声念。念的时候声音洪亮，将自己的精神灌注在一句佛号上面。这一种方法虽然不能够持久，但可以对治昏沉懈怠的心境。如果行者念佛的时候昏沉欲睡，妄想多，可以用此法的。昔日永明禅师在杭州南屏山顶念佛的时候，山下的行人听到他的声音高朗嘹亮，这些就是高声念法了。第二是默念。念佛者在外表看起上来只见口唇微动，并没有出声。虽然不出声，但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在行者的心识之中清楚明白，前念后念形成一片，所以它的效力并不低于高声念佛。这种默念的方法适合在睡卧时、病时、沐浴如厕或者公共场所的时候念的。第三是金光念。念的时候声音不高不低，甚为中和，行者一面念一面可以听，四字念阿弥陀佛亦都可以，六字念南无阿弥陀佛亦可。这一种念法效力好大，金刚比喻坚密而不被外境妄想侵入，并可以破除杂念。在种种念法之中，金刚念最为常用的。第四，觉照念。觉照念，念的时候一面称佛的名号，一面是反照，但觉自心与佛心形成一片，时间空间一时顿失所在，无人无我，如入定中。但是这种觉照念佛是要上上根器的人才能够觉悟实行的，并非普通人能够学习的。第五是观想念了。念的时候一面称佛名号，一面是观想佛身上好庄严，专立在自己面前，或手摸我头，衣服我体，或者是再观想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示立佛旁，诸圣言众四周围绕，功德庄严，或者观想极乐世界金地宝池、花开鸟鸣、宝树罗网、七宝楼阁。据净土圣言录的记载，如果行者观想真切，即身就可以游于极乐国土；如果不真切，亦可作为念佛之助缘，使到自己的正业已于成功。如果观想成熟，平时净土已经在意识之中存留甚深印象，一旦临终
极乐国土好容易就喺观想之中现前，成就往生嘅机缘嘅。第六系追顶念啦，念嘅时候用金刚念法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将字与字之间同埋句与句之间连接得极其紧密，形成一字追一字，中间唔留间隙，所以叫做追顶念。因为追顶紧密，杂念无从乘机而入，呢一种念法消除杂念而得一心，效力系好大嘅。第七系礼拜念啦，念嘅时候一边念一边拜，或者念一句后拜一拜，或者系唔论多寡，但边念边拜，成为念拜并行，身口合一，再加上意念想佛，就成为身口意三业集中念佛。所以呢个方法系特别精进，效力亦都特别大嘅。但系拜得多会劳气伤神，必须有适当嘅休息，所以只合兼用，唔适宜专用嘅。第八系记十念，念嘅时候用念珠计数，每念十句佛号拨过一粒念珠，咁样心中又要念佛又要计数，必须要专心。如果唔专心嘅时候，咁数目就会错乱咗。所以此法系强迫念者专心嘅方便法门嚟嘅。第九种系十口气念，念嘅时候用锥顶念，一字接一字，一句连一句，以尽一口气为止，名为一口气。于是十次名为十口气。这个方法专为每日无下念佛极忙的人而设的方便法门，大约需要五分钟就可以念完了，所以极忙的人亦都可以做到的。这个方法是根据弥陀第十八愿，十方众生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之愿而设的。第十是定惑念，念佛最怕是没有行心，所以古今的行者每每将念佛的事情定为每日的功课，每日实行。古人道心坚定，有每日规定念一万、五万乃至十万句，每日念几多佛号，必须斟酌当时的环境同埋自身的力量，定为功课。定了之后无论怎样忙亦都要将它做完，这些就是定课念了。十一是四威而中皆念，这种方法较适合上等根器的修行者，在每日定课念佛之外，平时行住坐卧四威而中皆念佛号，久而久之成为习惯，所谓一句弥陀永不离口了。第十二是念不念皆念，上述四威而中皆念是只用口念的，这里念不念皆念，最后一个念字呢是指心念，即是说无论口念或者口不念，但是心中都是念佛，这些是上上根起的念佛法门来的。